这是给我们准备的节目吗？啊啊啊！是是是是是，不错不错。啊，快回新房吧！啊，没来啊，我就知道他们的比跳蚤是还小，怎么办啊？再等等，一定会有人忍不住的。这位同学是有话要说吗？啊，学音乐的孩子嘛。 非常新颖，中西结合，那弄这个干嘛呢？没有用吗？音乐怎么会互相干扰呢？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拆掉吧。好好的艺术殿堂，干嘛弄得像牢房一样？是是是是，拆掉，拆掉。